我是谁，该怎么告诉你我们的故事。天地交，万物通，上下交，其志同。交通与时光一同起源，山川、江海、空气、阳光，以时光为起点，塑造星球的样子。千百年间，我们行走在生命的山河，我们继续创造时空泼墨，万物共鸣。一粒尘，知道我们的故事。它隆起山峰，组成大地，也见证我们穿越亿万年的尘与土，连接最初与此刻。我们用尘与土，在大地上书写蜿蜒的脉络。以生命的骨骼去呼应大地、高山，在天地间留下我们的建造，致敬人类的每一次出发。一滴水，知道我们的故事。我们从长江黄河出发，在全世界的江河湖海上筑起水上连接的奇观，实现畅通无阻的人类梦想，共鸣时代的潮涌。在文明起源和流动之处，用此刻心跳的起伏描绘未来之潮。一阵风传送我们的故事，我们的呼吸带着和平、和睦、和谐，吹拂过祖国的原野、城市，吹拂过我们的家园，讲述着五位一体的文明故事。与锦绣的江山同框，与伟大的人民共美好。在这个星球上，在一带一路上，我们继续尘、水、风的故事，与发展的力量同呼吸，激活不同时空最茂盛的生命形态，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我们为远风动，连着心动，一束光将我们的故事带往远方和未来。
我们创造的畅通汇聚蓬勃力量，不断丰富人类文明，闪耀在蓝色星球。我们用心与万物共生长，共春秋。赤子之心一如宇宙中星河流动，我们为你而来，连心连四海，交融天下，建者无疆。